跟着我 wake up wake up， 继续梦想点点传说，可是别忘记你的生活，始终相信你的人在等你上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第一组是九力，我来。我可能是看笑话的心情来，没有没有鼓励鼓励，我们从现在开始都不看笑话，就是抱持一个祝福的心。你跟我说没有这么多人来，大家是来看什么？看笑话。我今天是以一个上综艺节目的心态过来的，这是实境节目。阳光照在我脸上，纸的颜色投射理想，我准备好。我可不可以改到四点半的那一批啊？没有，你可以慢慢来，现在就是超级好为止。高中生就是开心唱歌，谁都音准。你快开心心快快乐乐啊 ，Wake up！ 第一不是高中生，现在不要录了。你进去吧你。你快进去，不要磨时间了。不要说螃蟹，还没录，换你录了。比起加法，他更喜欢写。对，还有吗？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明显。人生就是这么难，女朋友都直接跑去跟人家。这么明显。怎么说怎么说，我蛮想要知道原因。因为你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会让我们大家就是哦，是这样吗？感觉是爆发力很强。对，因为你前面故意都不站在那个 T 上面。我没有故意，我是认真的。失礼，好失礼，好失礼。小明照。太快了。然后我走，太快了。我走去哪？国风不要急，国风太急了。没有压力，但是你加油！哎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！呼吸的压力，冒冷汗，超紧张，好不好？我都跟你说，你的分数比……比谁谁？那比国风高啊！哎，怎么样？严重了！还有谁？比国风高很正常，也比大猩猩高啦，但你就是比小胖还有燕婷低。我听到月轩唱的吗？非常好听，果然是我男朋友。我好期待我女朋友唱歌哦，不知道功课好，然后个性好，唱歌好不好？哎，很好，我很放轻松，因为我听说有九令跟我陪伴，他跟我是同一个路线的。没关系，人不是完美的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他很好哦，戏演得好，然后长得漂亮，就是差那一点。我觉得好精彩，好开心，太过分了，因为唱得很好啊。屁，你看不是我讲的哦。觉得你今天给自己的表现一分到十分的话，我给自己十分。吓到，就闹。不值得十分。看着他唱。看着他唱吗？对，帮他舒压。不是我要进来的，是他们叫，你们都是证人，是他们叫我进来看着你，要帮你舒压。好，没问题。有效果吗？嗯，没什么效果。就是你看到我觉得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看到你更紧张了。哎呦，英文妹妹很有效率耶，有吗？优秀，优秀的孩子，害羞啦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我刚刚说我 wake， 你可以拍个三万片了 wake。